现在会用力往下压，你帮我用全力顶起来。哦，好嘞，请用力。没事，你就承认。我什么都没做。对，我在分娩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嗯哼。好，可以，请放。很好，别动哦。嗯。欢迎收看《当下》，我是美明，今天厉害了， Very、你一定知道是谁，我一定知道，大家一定都知道是谁，因为你们是男生，他是宅男女生，我是宅男女生，就是电玩女生，风靡全台湾的那一种，神魔小雪，欢迎小雪来了，欢迎，大家帮我们神魔小雪。那我想问的就是说，你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困扰？比如说身体上的酸痛或哪些？困扰就是我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坐太久。然后就是因为我听说就是大家来这边嘛，然后我比较想要是就是这边，因为我这边会比较大，就是要瘦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就在拍照什么的。我们等一下直接在那边拍，因为它的黑底。换来，我们直接先拍一下好了。我这还可以调什么？我不懂。今天很呛是吧？我们直接看一件事，它这两边你自己觉得摸起来哪边比较痛？应该是边吧。对，视觉上其实也是。我们稍微量一下，这个东西参考就好了，大概90.5。好，所以外观上跟数字上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因为数字不一定会变，可是外观可能会变。所以刚刚有一个肩颈紧绷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很紧，然后每次去按摩，例如我今天才按摩完，两三天再去按一次的话，他说小姐你肩膀那么硬，然后我就想说不是才按摩过。我们先把臀部那部分先处理掉，可以啊，我们再处理所谓的上半身。我们现在先躺下来，我们测一个东西，来帮我右脚抬高。我现在会用力往下压，你帮我用全力顶起来。哦，好嘞，请用力。没事，你就承认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在分娩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来，一二三，走。你会发现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。有哪一次比较用力？我觉得左脚。对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先把这边松一下，酸吗？不会。可接受？可以接受。我看很耐酸，每一个女生用这一个。就是看每个人的状态，因为有些人他状态没有差到那种程度的话，就比较不会有那么。不会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好，来帮我一个小忙，侧躺看这边，这边放我。OK，可以了。我会稍微拖一下哈。好。来，再试一次哦。嗯。看有没有差哈。我手在抖了，我没有在演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我现在手是在抖，你看我手。有哎、欸。再一次。好来走。所以它力量变很强。好，请放。有哎、欸，正常就是要让它平均，不然你会变成单脚在使力。哦、oh. ，OK， 所以脚这边帮你搞定了。所以脚这边搞定了之后，我们先把上半身你觉得紧绷的部分先处理掉。那上半身紧绷，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地方可以看，就是它脖子很直。正常一般呢、啊，我们这样摸下去，它其实是软软，可是它是硬，你有发现吗？实心的。嗯。从这边按下去都是硬的，头这边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弧度往进去。嗯。可是你基本上已经跟你的背已经快切齐。是一个半，所以你这边会很容易紧，就是说我们长时间低头这边会很容易绷住的原因，因为你看到、喔、你低头这边就拉住了。对。那当仰头呢，就会变软，有发现吗？所以这个东西要慢慢去把它撑开会比较好一点，好，不然你会永远搞定。好，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了。你先摸一下这两侧，你摸得出差别吗？摸不出来。好，来，你仔细摸这一块。跟对面这边，你压下去它会比较胀。哦。但是左边你再怎么压，就好像平平顺顺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。它比较不会那种感觉。有有有。嗯哼。好，可以，请放。很好，别动哦。嗯。还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可以。来，你自己再摸看。嗯。还摸得到吗？哦，真的有比较。没那么大的。对对。所以你只要慢慢的让它平衡的时候，再把它肌肉再放松一点，它的状态会很好。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自己要拨放松，就是要自己把它放松的话，其实可以用拇指慢慢往上推。哦。那像我们有时候低头久了，或用手机久了，它这边都会很紧，到这边这一段都是。那只要推大概20下就可以搞定了。因为我现在推没有很久嘛。没有。好，你自己再摸看，是不是更软？哦，有哎。你固定去这样做，它可以省掉你很多积堆积那个。不舒服的程度。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说，因为他脖子比较直嘛，通常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毛巾的方式去支撑。我们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拿一条毛巾
放在他脖子这边，请放下来。然后我们头完全都不用处理，轻松的这样吊着就好了。那这个吊的方法呢，其实就是大概吊个10秒到15秒这样拉着，都不用做任何动作，也不要去抓他，什么都不要，去慢慢训练他的脖子习惯这样的角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那原则上刚刚这样弄完了之后，你自己感觉有差吗？有啊，我觉得。进步幅度大了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还蛮舒服。接下来就是你在乎的臀，我们把它弄完，因为刚刚有看一下，自己摸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。来，请趴，这个会比较酸哦，先跟你说，来不动哦。它完全是融入那种按摩的境界，哇，你不动吗？啊，正常还好，正常问题那个不大了，好。就是觉得一点酸酸这样子而已，就还可以接受的。嗯，我全身超痛的，你现在这么淡定。来，你自己再摸摸看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刚刚我觉得这边就是好像会比较凸一点，凸一点，然后再摸没有，顺了哈。哦，那我们揭晓喽，看得出来吗？有。好，你自己摸摸看看，比较可以感觉好像两边比较平均。对对对对，不会说好像这边比较凸一点，因为刚刚一开始我觉得这边比较凸。OK。对，来喽。直接看了啊，这参考就好了。现在目前大概是90，所以它的数字并不会差很大。现在是多少？90。目前为止这样整体的经验应该是 OK 的啊。OK， 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就这样跟我一开始就是想象都是有一个落差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来之前我想说哈、啊、会不会就是东拉西拉，然后可能啊哇什么。对对对，我其实有一点点怕会不会是这个样子。Oh, OK。但其实刚刚整个过程就。没事，你看起来像睡着，就是真的超舒服，然后觉得然后一开始男生说什么会很酸啊，会痛啊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种酸，所以疼痛对是真的可以接受，因为我真的如果太酸，我就啊好酸哦这样子，我真的会就叫出来。有啊，他刚刚那个他不是怕酸，他是力量使不出来的时候会叫。感谢小姐。